我这个方式是直接来对他的，不用说一个交代这样子。好，不用的，直接就来了。直接就来了。等一下，在我身旁的哈，就会就是林的老公，好，不用这样子了哈。要吧？要啦。我本命来了。你看，我讲，你看，我还好，我会讲，因为我直接来了嘞。林的老公，你要送他什么东西？那对啦。 等一下，后面有人，不好意思，因为我专业一下吗？对，每个人都有这个专业的一部分。你看，这位负责拍照，好，这位负责拍照，这位打光，身体转向我多一点。这位的散步，这位后面这位。哇，老哎，穿拖鞋来，哇！对啊，妈，犯罪。OK， 来，准备来。OK，身体转向我多一点，好不好？OK， 来，准备，录了。 好，现在在我身旁的呢，就是 Lin 的老公，不是您的老公哦。OK， 哎，Lin 老公，你怎么称呼？蒋先生啊。OK， 蒋先生，这个您老婆了，要来参加这个接受这个婚礼疗程了。那听说你要送她的项链，不是那个，为什么你想要送她的项链？因为她是我的老婆。项链啊，她之前都没有相亲。啊，之前有，但是没有相亲。哦，所以她如果说成功瘦身下来的话呢，你就打算送她一个精致型的是吗？然后在一起签的时候拍照对吗？拍就行了。哦，全家福啦，那就是打算这个结婚几周年一起来算是一个这个重新拍一个这个婚纱照对吗？啊，不算婚纱照。全家福照是最重要的啊，对。OK， 那这个对老婆有什么期许，有什么话想对她说？准备来，他听多少？那对老婆有什么期许？好，来。OK， 3、2、1，那么蒋先生对老婆有什么期许？有什么话想对他说？我跟他讲说，输赢无所谓。最主要是有没有一台相机才是最重要的。输赢无所谓，然后呢？就当个一个经验吧。然后啊，他还是永远这样漂亮。不是说。 永远是我的太太，他刚才听成啊，永远不是我的老虎。OK， 那我们祝他成功，好不好？没有，你在讲这个是输赢，均匀不重要啦。OK， 出手，不玩出手。OK， 3、2、1，开始。输赢啊，不重要，就是这个。OK， 等一下啊，再蹲，后面有人走。OK， 再蹲。开始。 有地震吗？你老公紧张啊？流汗呢？你没地震？你用衣服了？啊！哈哈哈哈哈！上班身上。那么你现在呢，就把这个屏幕框框当成是你的老婆，不是他。啊，老婆，这个。 就当做第一次经验，我们自己这个经验可能会有更好的进步，在此就当做就是一个鼓励一下，老婆加油，我永远支持你。Actually, good. OK， 好，下。